我哋好感謝 AM730 颁发呢个真生活至尊品牌大奖俾东方标行。东方标行喺1961年成立，成立至今已经有62年嘅历史。我哋62年嚟都一直服务香港人，我哋好希望做到与时并进嘅一个销售目标，同客人建立良好嘅关系。我哋视我哋嘅客人为朋友，希望提供最贴心、最好嘅服务俾佢哋。要有良好的员工培训才会有最好的服务，我们在培训员工的同时都希望跟他们可以建立到更好的关系，所以我们是不同的销售的人员呢都会有一些一对一的服务啦，去给到我们的客人，然后呢从而呢其实可以令到客人呢会更加明白到一些腕表产品的特别之处。除了线下服务之外，我们在线上服务都推出新的一些计划。在疫情期间，其实我们就推出了我们一个线上的商店。线上的商店，我们希望顾客可以在线上选购我们的产品。最特别之处就是我们可以给顾客去选择到店领取，还是安排我们的专门人员去亲身送货给到顾客的家。我们的线上的顾问就会将产品送到顾客家之外，还会帮顾客可以去 adjust 他们的表带，或者有任何的腕表问题都可以贴心地帮他们去解决的。讲到与时并进，我们很希望透过一个是很切切实实的一个主题去跟香港人去宣传我们的市场计划。在市场推广上面，我们这几年都用 Take Your Time 作为我们的主题。我们透过四感，希望以嗅觉、味觉、听觉和视觉去跟香港人讲，我们一起感受香港的不同的面貌。我们可以在早上的时候去感受一下叮叮的声音，然后再去叹一杯奶茶，感受一下茶餐厅的文化。到下午茶的时间，可能感受一下周围的花香。在晚上7:30的时间，我们可以抬头望下街道上面剩余落来的霓虹灯牌，感受回昔日五光十色的繁华面貌。在展望未来方面，我们很希望透过不同的 experience 的活动去跟我们的顾客建立更深远的关系，希望透过一对一的不同的活动体验，可以令到我们的顾客更加对腕表产品更具兴趣。另外，我们希望透过不同的艺术和文化的活动跟年轻的顾客群打成一片，跟他们一起以每一枚的时机去捉紧每一个的时机。